虎扑10月12日讯，从小图拉姆到名下一约5000万欧加盟皇马的小罗德里戈，再到国手小将陶强龙。英国媒体《卫报》盘点了即将成年的60大出生在2001年的明日之星，第一至十位顺序与排名高低无关。拉鲁奇中场，利物浦，迪亚哥·阿尔马达攻击型中场，阿根廷萨斯菲尔德，加斯顿贝隆前锋，阿根廷青年，雅各布·伊塔利亚诺攻击型中场，珀斯戈荣，扎尼柳奇后卫，拜仁，拉斯金中场，亨特，埃德卡洛斯中场，圣保罗，小罗德里戈前锋，桑托斯，坎迪多后卫，帕尔梅拉斯，哈穆德前锋，谢周三第11至20位托马斯埃斯皮诺萨中场，罗萨里奥中央，陶强龙前锋，河北华夏幸福，阿马拉中场，乌拉竞技，安东尼奥马林前锋，萨格勒布迪纳摩，乌斯科维奇后卫，哈伊杜克，贝尔巴切前锋，克拉洛雷，皮贝斯特鲁普中场，RB莱比锡，梅森和林伍德前锋，曼联，科蒂斯琼斯攻击型中场，利物浦，拉德瓦边锋，阿尔埃赫利第21至30位努里后卫，昂热，达伯中场，南特，威廉戈贝尔兹前锋，摩内戈，卢瓦克姆贝索后卫，巴黎圣日耳曼，小图拉姆中场，摩内戈，尤雅拉边锋，切欧，达维塔许维利攻击型中场，蒂比里斯火车头，克夫拉茨赫里亚边锋， FC 鲁斯塔文，奥利弗巴斯蒂塔迈尔攻击型中场，拜仁，卡特尔巴赫后卫，科隆第31至40位翁贝豪恩门将，多特，萨亚德前锋，德黑兰独立，鲍吉奥利攻击型中场前锋，尤文，佩莱格里前锋，摩内戈，莫拉前锋，国米从热那亚租借，齐亚古中场，参加非洲体育，久保建英攻击型中场前锋，横滨水手，塞巴斯蒂安马丁内斯前锋，瓜达拉哈拉，博埃杜前锋，阿尔克马尔，莱登前锋，切尔西第41至50位，基图拉诺中场，奥特，塔格塞特中场，利物浦，卡多索中场，巴拉维奥林皮亚，恩巴洛边锋，本菲卡，马尔科维奇前锋，卡拉奥华大学，吉尔莫中场，切尔西，伊安伊利奇中场，贝尔格莱德红星从曼城租借，马洛诺科攻击型中场，奥莱多海盗，李强人攻击型中场，法伦西亚，埃里克加西亚后卫，曼城第51至60位，莫列霍攻击型中场，马竞，莫里利亚前锋，西红竞技，图阿伊兹前锋，曼城，埃克尔曼中场，赫根，冯穆斯前锋，帕塞尔，特佩门将，图罗尔奇里兹梅尔，伊尔迪里姆边锋，图罗尔奇里兹梅尔，德拉富恩特边锋前锋，巴萨，巴昆多米兰前锋，防卫者体育，艾米利亚诺戈麦斯前锋，防卫者体育。